天生万物，各得其法。功名仕途，不是唯一。百里弘毅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角色，非常有天赋。我在一个自己的世界里，不喜欢关心到周围的一些人和事。你能看懂啊？我是百里弘毅。 在智商上几乎满分，但是在情商上相对较弱的人，就比较直嘛，直接上去就穿你就稳了。哎，干什么？因为他父亲的死亡牵扯到一个大的阴谋当中，从一开始只想自己的事情，让我干什么？我做什么？与你何关？我不愿意做傀儡，这桩婚事取消，到为别人着想，多了一些人情味。 有这样的一个变化，我们当时看到这个角色的时候，就觉得这个人特别像一博，很多话都不外露。一博的表演呢是一种钝感力的演绎，其实那个分寸拿捏的挺不容易。自己的脑海里的思想，忘了自己说什么。为何又会为了一国羹想到楚州江南呢？那二郎的意思是说，这里边定有隐情。我何时说过？嗯，很多他。 内心的这些东西呢，全都是需要靠状态的这种表演。他自己提出呢，拿鲁班锁来增加他人物表现的一个支点。我拿林战，我手一停 ，OK， 然后我在，我来。青牛最近得了一本石川一九外公庙。大家看不到的一些合理性的一些东西啊，他就能发现。你这拍到地上去了，地上不应该有点水印。但我找的是水印图，我为什么要看这地图呢？ 他也会突发奇想一些新的那种想法。他说出来，然后大家又在讨论。老师，他这种怎么没有发现的？就有没有论文可能性？这不像白天。他对他自己要做什么、要怎么做，我觉得心里非常有数。有一个习惯就好了，是下意识的习惯哈。对，有一个。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洛阳人，然后这一次能够出演《风起洛阳》，演一个古时候的洛阳人。 不是葡萄糖，你这是鸡蛋糖。这颜色差不多。这颜色差不多。回到古时候的洛阳，去感受当时的文化，要学习真正那个时候的礼仪。夫妻一体，协肺有余。这个时候再扮演啊，然后起，能够为家乡做出一点宣传，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。